结婚了、哦？没有结婚。没有，那叫他别来了。你怎么放那边？我这些吃呢。哎。这些吃几只？第一头八只、七只、七八只都行啊。八只我讲，七八只，较厚的、较厚的、较大尾卖卖七只，啊，较细尾、较薄的你就买八只，啊，八只你就买几，好、哦。我爸爸要靠天做饭。伊为 K O 徛来的，为中华 K O 徛来的，大家拢在看帅哥呢，我大家。俊雄仔、郭正仔。帅哥比伊那有帅，我靠帅啊！啊，看你因为伊不是伊，伊是跟伊比啊。哎，你画较像的，我今麦要较像。丁俊你好。不错啦。张玉文你好。丁俊你好。你吃过饭？还是要切好的？嘿，对，切好的。有啥来？我还几多年前的啊？对啊，我还有时啊，我讲五条六条去啊。我还计小米干不赶快啊？你要我要让一下。你加快点。太好耍，太好耍。来，再开车来，较好载你。对，爱靠我车。这样靠我摸。好好，这样行啦啊。我买百几大来讲。百几大呀？有啊。好好。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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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那么低吗？要那么低吗？哎，太低了吧？这鸡毛毛起来了啦！挂起来要200，哦，200好。我来，那鸡好，那鸡好，开好。四兵早。找我没有？邱兰早。你几人啊？这鸡要不摸的它。我这个下雨，这个太甜，这个太甜，小心哦。阿婆啊，拜拜拜拜，两碗牛肉，两碗，有羊肉炉，有羊肉炉，来呀。哎，好，帮你留两包。留两箱呀。香肠有吗？没有。我热狗的香肠。方双哎。哎，贵价五百。没有香肠，坤社长。真的下雨，下来，听声音就知道了。应该，家己搁改良，搁改良出袂差好些。哈哈，干嘛烦？真正。有人讲袂落雨。啊？这样讲袂落雨。我看雷达，我看雷达回波就是会有一点点雨。看雷达回波就会有一点点雨。我在那边下货的时候，没有下很大。不知道问谁，他跟我说没有。杰哥啊，
如果你是杰哥，哎，那三家怎么办？三家怎么办？你新竹以北昨天开始就下大雨了。七块啊，我就是无二 A 咯。哎，方松，等我一下，因为现在在下雨，我现在左手撑雨伞，等我一下。拍一下桌面啦，啊，先拍。来记一下。不要记了。你把那个过来检测一下。没关系，这样可以。那个安哥，羊肉炉、海鲜跟海鸡母。今天买鸡汤抽机票，这会晃，不会啊。然后是讲红沙，也有一点晃哎，为什么？陈亮，你要站过来一点，不然你自己想。好，吓我一跳。偷听我啊，蛤蟆。虾仁。这边是黄鱼。大的比金木炉啊，那西亚鱿鱼尾，然后小蛙、啊，那边是加州炉，还有丝木鱼，大白带，咸猪肉。朋友，你这样挡得到吗？大概这样子。丽你好，苏米你好，黑心妈咪好。你想帮我点？臭头皮啊！怎样？这是怎样？看一下他们叶子的纹路多漂亮！太醉了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看为什么那个人数直播开以后，那就会一直开，以后那就一直往下掉。现在在测试啊，那24本来想要24小时直播，屁，真的、啊、有24小时直播，你就把旧影片再拿出来直播。可是我是说直播黑尾，你知道国外好像让你看一下什么叫直播的，什么在直播，也是旧影片。我是说，进来对吧？看一下，这个，这个是直播的段，这是直播。啊，这个叫直播吗？这个直播。这是音乐直播，2.1万呢。北部是不是在下雨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奇怪。天气很快了，天气很
这里找张志成早，慧珍早，慧敏早，谢谢英帅。那个他在社团有说，他在社团有说那个竹东那边今天休息一天，因为新竹那边天气不好。谢谢早。啊对。我打，我看大尾来啊，好，安尼用点，好啊，谢谢。哎，黄鱼摸你出来，摸你摆无？十只五百，只要五十名，好不？阿哥，你海吃海鱼先。阿娘哪位？不啦，你只吃三百哩。对吧？不够钱，不够钱，不够钱再开啊！黄晶晶你好。上我底卡，上我底卡。我在，还有个电风。每组要两包两盒的。啊，多余啊。多余多余是不是？多余我多余。多余一公斤，多余一斤重。好了，多余好了。多花招，没落雨啊，就是三百多啊，三百多啊。三百多不？谁呀？有，这虾子在下面这个地方，有虾子。
李云辉不爱我，该不李云辉哦。我要五。要五要。我要去，我放着。看我发给我看。小点子嘛。他百块好不好？两阿比亚哥。我这边要坐好。你买呀？八块。你无你卖七八的，我改成卖三百。你讲几两下，两下，两下卤天，两下。羊肉卤多少啊？不是，我说你带多少？带一箱。一箱而已啊、哦。四箱。我怕没有，我要帮人。有人说要旅游。虾米啊？鱼塘啊。有今天我鱼塘。没有啊，人家一包了。那就没了。那没了，整包被拿走了，不好意思，就彩云。葱抓饼，我问一下哈，石木鱼丸有。石木鱼丸在右手边这边。对啊，那个要整包的。你今天有葱抓饼吗？你今天有抓饼不？没有葱抓饼啊。阿杰有三百鱼丸哦，五好，没有抓饼，然后有石木鱼丸。没有、哦，我没有、啊、今天是我弟哦。昨天下午是不是没什么人开直播啊？因为我没有仔细在看。昨天下午是不是没有什么人开呀、啊？最少要300。黄金金早。看一下，我买三百啊。好，太贵了，下一个太贵了。包呀，哎，就包，别啰个啰。啊，三百了。有啊，有几袋？几袋？好。三百八。我这三百。好。没事。巩立业，你好。啊！你今有带鱿鱼卷吗？鱿鱼卷，什么鱿鱼卷啊？鱿鱼圈。鱿鱼圈啊！有啊有啊。来那个几斤啊？打八锅菜，打锅鱼卷。很鲜。人说鸡火吧。鱿鱼圈啊！我们这个饼啊。哎呦，那边火吧。明雅，你要500元的虾仁哦，确定吗？你怎么又删掉？你删掉是要500元虾仁还是没有？我要三百，要三百呀，哎，控制了。老板，你包盐没？包盐6.38。六斤三百。哎。我宝贝做工了不？有啊有啊。到底了。好，我帮你留500元虾仁哦，没有问题。爸爸包鱼。爸爸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下雨，现在没有下雨。不过他有帮大家撑雨伞的，所以没关系，下雨也没关系。那撑好了，整个把周围都盖满了。